或者你就爽抽张黄红线就行了。啊，小鬼那边有点危险。那前面有人啊，一点吧。开始都去二标了。扎上那个车，看究竟。别把去了，别把去了。我这边全倒下。我操！好了。不知道。被防区打了。那苏后有个打地的，然后我们捡防区也可以。再来一个吧。都去呗，都去呗。就这边有靶子。我一个人看防区，你们都去。要不要再往前爽一爽？来，缩脚，缩脚，我俩把一标沟里面就两个人。哎，上把偷我！对面有个，我脸上颇有一个，封烟后面。有点上来了，我不拉了，我回去了。那个前面还有，我给你吸。我这两个逼。防区那左边枯树的，然后烟雾弹那里有个人，然后。是烟雾弹那个跑去扶的是吧？有闪吗？爆两个闪！烟雾弹俩人现在。右前方，我知道是。刚才斜坡那个烟雾弹跑过去扶的是吧？还有一个，好了，还有一个。他没枪口。打一下。丢了一个，丢了一个，丢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右边应该就在我这边。啊，我这人是打的。一杀时机。你在这二层呢？二楼趴着的。我给二楼，我给二楼。真趴着的。真在这儿。对。真在这儿了，都倒完了。真搁这趴着的，只有这儿了。